今天呢是 Xtavio， 跳棒棒这个挑战呢有新的挑战者了，我挑战的是陈心 Amber， 有玩过这个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今天要来试一下。超难，看别人跳都好像很简单，但其实它蛮难的。我们今天就要来试一下跳棒棒大挑战。为什么呢？跳棒棒，因为这东西蛮多名字，它其实它叫弹跳棒啊，或是跳跃棒，什么都有。好，手这样握紧，然后脚这样上去。OK， 上去之后，哎，跳。好，来是这样子。我已经退步到四下了。加油！关主就是这么烂。安全第一，觉得你万一掉的时候，你就赶快下来。安全第一啊！安全第一。他们一直持续这个动作。不行哎，为什么？两下，行，有，还是要跌倒一次才有可以五下，尽量不要，好生气啊，尽量都没错，会不会到晚上还在练？不会，你今天三下了，三下，有三下。其实你穿这样蛮帅的。帅吗？对啊。那要拍照是吗？有护膝感觉蛮帅的。谁发明这东西的？哎，我看那个影片，小朋友都跳超久的。还是因为我太壮？应该不是。好，来喽！一二三四，四下五下，哎，很多下哎，怎么那么强？20，那满足你的心愿了。有20下，厉害吧？好啦，这个真的蛮难的啦，超棒。我们再看下一个挑战者是谁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来挑战。等一下，你的衣服。你的衣服要上新闻了。欢迎收看魔术 Channel， Stavio， 你波波，我要新来宾。今天呢是要挑战什么呢？弹跳棒，起棒棒吗？标题已经想好了。对，换一下标题了。他好棒哦！弹跳棒的对决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会摔死，笑气。今天就要来挑战，看谁可以跳最多下。其实这真的跟我想象不太一样。想象中的这个东西，我拿在手上，我是可以这样咕叽咕叽咕叽的那种。哦，然后它现在有点硬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刚到的时候，我想说它是不是坏掉啊？它没有弹簧哎。因为你这样整个人的体重站上去，它就会有点弹簧了。所以我太轻怎么办？应该是不会。靠不住。你还有做运动的习惯吗？没有哎。这是第一次绑这个吗？对啊。第一次啊。小时候没有什么溜冰或直排轮过？没有，好像不会。就长大以后才会特别注意安全这件事情，因为长大以后才会发现生命诚可贵。我们先各自练习，然后安全第一。你就摔这一只，不要摔你的人。对，你摔那一只没关系。哇！哎，是半下吗？是半下。等一下，你的衣服。你的衣服，哎，要上新闻了。哎呦，三下哦。怎么这样嘞？好难哦。所以这有办法对决吗？我们就每个人都三下这样。我们一直在练习中度过。哎呦，你四下了。六下。这个东西好不好？来一个标准示范，两只脚踩上去的时候要有一个平衡的感觉。OK。嗯。哎，这很难呢。好，你们刚刚说你们想要怎么比？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在一分钟之内，我们就计时一分钟，然后以累进制的。那可能一下就结束。对，我们可能一直都在一下这样。或是六下。就比不出胜负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布，
就一定要出拳嘛，对不对？赢的决定，你要先还是后？后好了。你要后哦。好，准备计时一分钟哦，快开始。7、18、19、20、21，完全没有办法面对镜头。22下，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，翻跳楼了，小心点，28，哎，半天都不见了，快20秒，等一下，28，不要欺负老年人，29、30、31、32，最后10秒，32。很厉害，搏命演出哎，这是临死前的挣扎。2号选手，2号选手，3号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小心人安全，安全第一哦。14、15，哎，这也好危险，他抓到脚。摔倒了啦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他这个明天会 OK， 自己皮嫩肉，对，不能因为是练习。他想说先试一下，嗯，就是在练习。没想到还是摔爆了。对，无论如何，请先穿护具。示范是什么呢？就是告诉大家，这个真的蛮难的，真的很难爆。因为上次我们就是跳爆，一下就上手。对，然后两个人在比赛的时候，让观众误以为好像很简单。对，但其实蛮难的。你看，在这漂亮的夕阳余晖之下，然后有个妹子努力的在一边跳不起来，是不是有种，是不是有种很奇怪的反差感？是不是我刚才已经摔爆，我现在还。哎，这是一个看起来超级轻松，可是其实很累的运动。你很累的运动，对不对？会流汗的那种，累爆。累爆。我已经累爆了，就比去健身房还累。对。